今日股市由老凤祥特别呈现。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您收看由老凤祥冠名播出的今日股市，我是李婷，在上海问候各位。今日市场呢，我们看到呈现出的还是一个比较好的市场啊，算是一个普涨的格局。在这个市场当中呢，昨天我们给大家说了一个现象啊，这个现象呢，如果从指数的表现来看呢，是小的指数更强一些啊。昨天主跌的其实都是一些偏大的指数，比如说上证五零指数啊、创业板五零指数，亦或是上证指数。而昨天呢，其实我们就提示过，像中证一千、国证2000啊，整体的表现呢，其实还是比较强的啊，都是一个震荡的格局。那么最关心的其实就是看今天这个市场是权重止跌了之后呢，这个小票更为活跃，还是说权重依然会拖累这个市场啊，然后使得小票呢也出现调整。那么从今天这个市场的表现来看呢，大家会感受到啊，其实整个市场似乎又开始活跃起来了啊。我们来看一下今天整体市场的表现情况。上证指数这边呢，今天又收回了3600点，反正它现在就是在3600点来进行一个反复的拉锯。成交量方面呢，也是维持在4000亿左右啊。今天是4139亿，0.62%的涨幅。那么上证指数这边呢，下边有60天线，有半年线啊，还有年线。所以整体来看呢，其实这三根中期的均线啊，离今天的这样的一个位置啊，并不是很远啊，所以它依然是一个震荡的格局。我们来看一看创业板这边，创业板这边呢，其实下方如果看均线的话，就是年线了啊。当然，这个年线呢也在不断的缓慢上移，而创业板指数呢，也是在它下跌之后呢，就是一个低位的震荡。今天呢是1.25%的涨幅。要说一下，今天创业板的成交量啊，是比昨天要明显放量的啊。上证五零下方的这个缺口啊，依然没有完全的回补掉，但整体来讲呢，并不是非常的强势啊。我们来看一下创业板五零指数啊，1.31%的涨幅。科创五零今天也有1.43%的涨幅啊，所以今天有一些医药类的公司，还有半导体类的公司比较强，那么自然科创五零的指数表现也会更为强势一些。我们来看一下代表小票的一些指数。首先第一个国证两千在今天是创出了新高，国证两千呢今天有0.92%的涨幅啊。再来看一下中证五百0.87%的涨幅，中证一千0.88%的涨幅。所以纵观所有的指数而言呢，是国证两千这个指数是表现的最为强劲。微信平台上和大家互动的话题，国证两千是率先创出了新高，小票能不能继续阶段性的风格占优 ？A 能 ，B 不能。其实这个小票的风格占优已经持续一段时间了啊，我们现在讨论的就是接下来是不是它还能够继续风格占优啊 ？A 是能 ，B 是不能。我觉得这个问题也非常关键啊，欢迎大家到我们今日股市的微信公众平台来参与互动啊，参与投票。好，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请到演播室的三位嘉宾，分别是杨勇、杨敏还有张磊啊，欢迎三位。简单看一下今天市场整体的收盘数据情况，在指数层面呢，今天各大指数全线红盘报收。成交量方面呢，比昨天是略微的放量啊，这个今天呢就是重新回到了10000亿的水平。来看一下市场的活跃度啊，涨停家数今天达到了91家，跌停家数只有3家啊，就个股的活跃度真的是一直维持一个比较高的水平。在 S 系个股方面是14只涨停，2只跌停，然后整个市场的赚钱效应啊有67%。好，我们来听一听几位嘉宾对于接下来市场的研判。先来说一说对于指数这个层面大家怎么看待，因为2021年呢还就剩下明天啊这一个交易日了，所以对于明天的这个操作包括指数的判断啊，是不是也会直接影响到咱们2022年的这样的1月份的一个行情。来听听杨勇吧，觉得明天这个市场吧到底会给我们2022年的这个行情带来一些什么样的影响。应该来说从最近这一段时间来看的话呢，指数它的一个分化还是比较明显的，我们看到了一些权重指数在最近这几天是有一定的一个回调和震荡，但是呢一些小类的比如说中证五百、中证一千、国证两千这些指数呢表现普遍是偏强一些。那么市场的赚钱效应呢，那么随着前期的调整之后呢，这个短期赚钱效应也是有所回升，所以整体市场来说还是表现来说比较平稳的，但是呢这个当中的分化比较明显，特别是权重指数在最近
近这一段时间是表现相对是偏弱的。那么展望未来的话，我们认为首先短期上来看的话呢，随着这个我们说今年整个也只有一个交易的这样一个时间了，那我们觉得从今天的一个表现上来看的话呢，市场整体它是慢慢逐步在回暖的。一方面我们看到了前期对于市场影响的一些短期偏空的一些因素逐步得到了一个消化，比如说我们看到了之前因为像新能源的一些龙头股的一些利空，包括像一些医药的一些核心品种的一个快速的一个下跌，包括我们看到光伏啊，包括消费这样一些行业屡屡出现一些利空的一些扰动。那么随着这个我们说这些扰动过去之后呢，我们看到相对应的这些龙头股的一些股价在这两天也是出到一个止跌的一个企稳，而且今天是明显有一个反弹。所以我们说随着这些部分的一些行业龙头机构的一些调仓换股的一些扰动因素过去之后，那么到了这个年底或者明年年初的话呢，整个市场的一个情绪逐步会得到一个平稳。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认为市场它是没有下调的一个空间的。那么另外一个呢，我们看到最近这段时间其实北上资金表现还是非常积极的啊，除去在当中因为这个政策的一个原因所以导致了这个间断性的它的一个流出，但是像今天的话流入的规模又是重新回到了90亿、80亿的这样一个水平，所以整体市场的情绪呢相对来说也是有一个回暖。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看到了最近这段时间可能大家关心比较多的就是海外市场的一个波动对我们国内市场的这样一个映射，我们发现其实美国三大股指有的在创新高，有的也接近新高了，所以外国的环境也是非常的稳定。所以我们综合来看的话呢，如果从中期的一个因素我们展望未来的话，就是在稳增长政策预期比较强烈的这样一个背景当中，我们认为指数在中期的这个相对来说表现预期还是比较乐观的。所以综合来看，不管是中期还是短期，我们对整个市场的指数层面呢还是相对比较乐观。但是呢关键的点还是在于我们说这个如何在指数相对偏震荡偏平稳的这样一个环境当中去把握个股的一个机会，我认为是更为重要的。嗯，好，稍后我们来讨论啊。我们先整体说一说这个市场大家的一个预判啊。杨敏的判断是什么？我还是觉得就是在明年两月底之前的话，指数是应该是一个逐步上台阶的一个过程这个判断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逻辑，我是觉得现在的一个政策组合的话是比较有利于资本市场的也就是我们看到国内的话是流动性相对宽裕比方说前两天是有一年期 LPR 的一个下行比方说之前的一个降准的落地然后包括北上资金现在也开始慢慢流入那么这是流动性这方面的一个宽裕那么海外这块的话呢，虽然是有紧缩周期，但是它的一个扰动时间点的话，最早也要到明年三月份，所以在这个两月底之前的话，相对来说是一个算是一个资本市场的甜蜜期，所以整体来讲的话，我觉得在现在到两月底之前，总体还是一个应该是积极操作的一个过程。然后另外的话，我们可以看一下走势图那从上证指数日 K 线来看的话，现在这个横向整理震荡的话，形成了一个三角形收敛的一个过程，而且这个三角形的话，其实是应该说是临近要突破了。那么一般来说三角形突破的话前期如果是向上的，那么突破的方向应该也是向上，所以我们看到它整体方向是向上，那么之后的话其实最多就是在这个三角形当中做一个整理，那么它的一个下方整理空间也不大那么下方的话大概是在3550附近，即使短期有一些信息的扰动出现调整，那么下方空间也不大，那么最终的话还是一个向上突破的一个过程。然后另外的话呢前两天的话，因为我们看到宁德时代是单日跌幅超过7%，那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情绪上的信号也就是其实我们看到这两年的话这个市场的话是偏绿色化或者说是新能源化那么宁德时代其实对于市场的一个情绪扰动非常大，那么每当它就是单日跌幅超过7%的时候往往我们看到我这边有一个统计过去两年有过3次单日跌幅超过7%那么这3次分别是2020年9月7号然后今年的3月15号和今年的7月27号，那么在出现跌幅超过7%之后的话，其实总体的一个市场的走势都是在一个就是相对的低点，而且是在一个磨底阶段所以这边的话我们看到在上周五宁德也是超过了，就是单日超过7%那给我们的一个预示的话，就是它现在是指数在一个相对低位，同时的话呢可能磨底的时间还需要有一段时间，就可能不会直接马上上行但是相对的一个位置是比较低的。
这是宁德从去年以来到现在的一个 K 线，是不是？对的。嗯，好啊，不，这张图是上证指数的走势图，然后我只是把、哦、上证指数叠加了一下，对的、哦，我只是把宁德单日跌幅超过7%的地方圈出来了。嗯，好，其实大家会感受到啊，就是今年其实，如果说茅台和宁德之间选一个大家觉得更影响情绪的标的，那一定是宁德时代，对吧？嗯。但如果你放到去年的话，那应该就是贵州茅台了。对啊，所以你看，其实市场好像对于这种标杆的标的，它的这种对市场的影响是不是在边际递减的？我想问这个问题，因为你看去年一开始大家看到茅台一跌就偏谨慎，觉得消费啊、白酒啊什么的受影响。但是当茅台后面持续走出那个趋势之后，大家已经就不用再去关注茅台了，对吧？然后开始换了一个标的，就是宁德时代。那么现在呢，其实它跌幅7%应该是上周的事情了，对啊。然后它现在已经在不断的震荡了。你觉得市场对它在情绪上的影响是不是也应该边际递减呢？嗯，是这样的，就是我拿这个举例子是因为今年的新能源到现在为止还算是一条主线，就是它的一个分支还在扩散啊、那作为新能源当中的一个标杆，如果说它当日跌幅比较大的话，那么市场也就代表着市场的恐慌情绪到了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极点，那么也就对应着市场的一个相对的低点产生。嗯，好，这个也是给大家一个参考的一个指标和数据啊，我觉得还是非常好的。来听听张磊，觉得这个市场明天还剩下2021年的一个交易日啊，你怎么判断以及展望一下？其实还是延续前期个人一直的观点吧，就是说从指数层面，无论是短期也好，或者说到来年的比如说上半年也好，还是很难走出这种指数型的这种趋势性的这种行情，尤其像主板这一块，因为近期我们也可以看到受降准利好刺激脉冲了一下的上证50，那么很快就又拉回来，而且也始终表现出一个近期相对偏弱的一个指数，那么这样一来也造成了就是说主板指数这一块始终反复的，就是说上方在接近3700不到一点的地方，下方嘛在受到了半年线啊或者60天线这一带的这种短期支撑之后，在接近这样一个白点的区间内啊来回的震荡拉锯。那么这种震荡拉锯呢，个人倾向于还会跨年甚至到元旦之后，那么不排除就是说元旦之后呢短期还有所这种回踩60天线甚至半年线的这种动作，因为毕竟从短期来看50还是偏弱，那么一旦50偏弱的话还会拖累这种主板指数的这种短期的这种走弱，所以说短线意义上你要说指数会很漂亮我觉得也很难，但是你也别指望就是说指数会走得相对比较难看，这个也不会。所以说暂时对于指数层面这一块，其实投资者可以，我上次的观点也是，就暂时可以忽略，那么更多的精力你可以放到一些板块或者个股上的一些运作来，因为像近期这种盘面我们也可以看到，就是说像今天的国证2000又创了近几年的新高了，那么其实今年以来一直持续到现在，除了9月份有过一波快速的回调，其实国证2000中证1000始终是今年一直主导市场的一个主流上扬的方向，那么这个人认为还会延续到明年的上半年，就是说至少元旦之后，个人倾向于短期像这种中小为主导的这种上升的这种趋势还会保持，但是他们因为对指数的贡献又小，所以说他们会涨，但是指数未必会涨，就会出现这样一种情况。当然从短线意义上，今天虽然国证2000是创了一个新高，但是我并不认为就此国证2000就会一马平川连续的大涨，这个我觉得短期好像还是不现实，那么更多的我倾向于有可能它还是维持着在前高附近的这种震荡拉锯，甚至不排除某一个一两个交易日还会有一种盘中的大幅的震荡回撤这种可能性，因为毕竟最强的指数不代表它不会震荡，那么个人认为在整个市场没有彻底企稳，就像我刚才说最弱的50没有彻底企稳之前，我觉得它也很难就摆脱这种权重指数的牵绊，走出一个自己非常亮丽的这种上行，一定要等那个权重相对企稳一下，或者说它有过一次比较大幅的宽幅的震荡之后，那么有可能才会走得相对流畅一点。总体来说其实明年乐观还是乐观，但是乐观不是乐观在指数上，是乐观在这些小市值的个股上，那么这个是我个人对于就是说
明年的这种初期的这种行情的这种预判吧。好，那我们就接着张磊这个话题来讨论一下啊，就是其实在您看来，就是如果说风格的话，肯定是小票的风格更占优，对吧？啊，我们就来看一下国证两千啊。其实大家会发现，就是在这三年的过程当中，市场的一些变化。前期最开始呢，就是在外资不断流入的背景之下，在我们 MSCI 开始不断提权重的背景之下，其实是大家去选了一些核心资产、抱团的品种。然后呢，到去年消费，再到今年的赛道。那么今年除了赛道活跃之外呢，其实大家还会听说一个词儿，就叫做市值下沉啊。所以呢，你会看到国证两千、中证一千，其实今年以来的表现都是非常好的。直到今天为止，国证两千也是所有指数当中唯一一个啊，创出今年的新高，就再创新高的指数。所以我们来说一说这个风格的问题。如果大家觉得说啊，可能赛道涨了一年了，要休息休息，对吧？然后像一些消费类或者说核心资产，之前也涨过很多啊，所以可能要分化。为什么这种小市值的风格还会延续呢？还是说进入到2022年可能要发生变化了呢？我觉得张老师，你刚才说到了这个问题，你来补充一下，为什么你认为这个风格还会延续到2022年的开年？因为首先我是个人这么认为的，就是说，因为国证两千啊、中证一千啊，它不是近期走强，其实从今年初，它是跟原先我们所说的一些大消费为代表的抱团之间是一种，就是说转换的关系。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在年初的时候，其实大消费见近几年高点回落之后，才形成了这些国证两千、中证一千的走强。因为他们的低点其实是出现在今年一月份，那个时候是大消费为代表的抱团走得最火的时候，所以说这种对立的关系今年始终保持着。那么他们形成了这今年的这种上扬，到九月份我觉得只是当时这一波上扬的，就是说第一个大的一个波段。那么经历了这样九月份到十月份快速的一个调整之后啊，那么现在重新刚刚开始走强，所以说我觉得这种趋势啊，因为毕竟它是完成一个中期向上的趋势，所以说这种趋势应该还会继续的保持。因为毕竟这种风格的趋势它不会是短期形成切换，是一个比较长的一个切换，这是一个大的方向上。另外一块呢，其实虽然今天为止国证两千还创了今年以来的新高，但是整体如果我们把它拉长来看的话，如果用近两年甚至近三年来说的话，其实整个国证两千也好，中证一千也好，它的一个整体的涨幅还是偏小的。就是说针对于比如说近两年的那种上证五零啊、沪深三百啊这一类偏权重类的、偏那些原先抱团类的指数来说，它的涨幅还是偏小的。所以说我觉得作为它的一个大点的逻辑来说，它是其实一种补涨的概念，但是小的来说，它是保持了一个中期的上升趋势。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我认为整体上明年上半段的机会应该还会在这一块做一个延续。因为作为原先的一些抱团的方向也好，或者说今年的赛道方向也好，至少从目前的这种估值状况来说，明年很难给出一种就市场所谓的天花板，或者说给出一个惊喜的一个空间来。因为毕竟这些东西都被深度挖掘过了，目前来说只能说有些东西是合理，或者说有些东西已经接近一个估值的上限。那么在这个里边，如果说要再去挖掘出比较大的一个空间，我觉得暂时市场有可能看不到。好，听听杨勇。杨勇觉得这种风格会我们也不用说特别远啊，其实就是现在是你想2021年明天就最后一个交易日，然后其实大家要看的就是元旦回来，对吧？然后市场是不是还是这种风格，还是说，因为我记得今年其实在抱团的松其实就是在过完节之后回来，风格变了，对吧？啊，你怎么看？就是我认为当前小市值占优的这样一个环境的话，可能在元旦之后一段时间应该可能还会有一个延续。但是我要说就是可能中期它的空间和它延续的一个时间周期可能不会太好了。主要原因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看到其实在去年的话呢是大市值为主的这样一个行情，那么今年其实更多的交易的是一个赛道和业绩成长的这样一个条线。那因为去年本身流动性非常好，所以市场呈现了一个普遍的一个普涨，尤其是一些核心的价值股、一些龙头股，它的估值提升的可能会更快一些。那今年当流动性趋紧了之后呢，那我们看到了市场涨的东西更多的是本身行业的一些景气度非常高的，尤其一些龙头性的品种在今年涨幅非常大。那同时呢，去年因为本身受疫情的一个冲击，我们看到很多的一些中小市值的一些品种，它的业绩其实基数是比较低的。那今年我们看回过头来看一下，今年相比去年的一些中小市值的品种，它的业绩同比的一个基数提升了很多，所以今年中小市值的品种也好，包括赛道股也好，它们涨得更多是业绩的这样一个逻辑。那么到明年来看的话，
基于今年这样一个高的一个基数的一个情况之下，明年这些中小市值品种它再想要有一个比较好的这样一个业绩的一个表现的话，我们认为难度和空间是比较大的。那么另外一个呢，其实这两年的一个中小市值的品种的表现有一个比较重要的原因，就是在这两年的一个产品的发行的过程当中，我们看到很多机构发了很多中证500、中证1000的指数增强的一些产品，包括一些这个量化的这样一些投资的一些产品，其实对这些中小市值品种的一个上涨起到了推波助澜的这样一个作用。但是从明年的一个角度上来看，我们认为在过去两年产品发行的一个大年过去之后，那么明年还要超预期的这种概率相对来说是偏小的。因为上证指数如果不出意外，那么上证指数应该是3年3连阳了，所以我们说明年的这个中期的一个角度上来说的话呢，国证2000、中证1000这些小类的指数，它再要打出较大的一个空间，我认为难度是比较大的。嗯，杨敏呢，觉得这个风格怎么看？我觉得跟杨勇的观点有点像，我觉得两月底之前的话，中小市值的风格还会延续。那我们说现在的话，其实国证2000今年这波走势的话，其实分成两波。第一波的话，就是在2月份的时候，这个大小切换，然后当时有个热词叫均值回归啊、那么大的涨了多了，小的跌的多了，然后做了一波回归。那么第二波的话，其实我觉得是跟最近的一个流动性有关啊、那最近我们前面也是说到，无论是 LPR 还是降准，那么流动性相对宽裕啊，那么在水起来的时候，相对来说盘子轻的东西是最先容易起来的，所以这波的话还会有一定的一个延续啊。那我们说趋势就是不变，本身应该是阻力最小方向，所以只要在没有外力作用的情况下，还是会延续这样的一个趋势啊。那为什么到两月底呢？因为3月份可能会有一个加息的这样的一个动作，可能会有一个外力的打破的一个过程啊，所以就是应该来讲比较安全的点，应该是在两月底之前，相对来说这个趋势会延续。然后另外的话呢，因为就是到明年的话，还是整体A 股是一个净利润下行的增速下行的这个周期，那么本身小市值公司的一个抗风险能力会比较弱啊，所以在二月底如果说出现一些外力的作用之后，那么可能对于小市值是不太有利的。所以这个风格你觉得延续的时间差不多就是元旦回来还有个一个多月甚至是两个月的时间，对，是吧？就是还能延续一下。然后这个外力的话其实就是看还是流动性，流动性还有一些什么样的变化，对，是吗？好，那你再接着说说对于创业板的判断吧，对于创业板这个位置上是怎么看待？创业板的话，我觉得短期在这里是能够稳住的啊、那总体的话，创业板的一个上升趋势没有改变啊、虽然说最近的话是走了一个大的一个横盘震荡啊、但是我们看到创业板最重要的两根 K 线啊、最重要的两根均线啊、一根是89天均线，还有一根是199天均线。那么199天均线的话，其实是这一波创业板整体的一个大的支撑线。那么每当跌破。就是每当在199天均线支撑之后，第二次的一个回踩就是89天均线。所以现在的话，其实就在围绕89天均线这边做一个支撑和回踩啊、那么应该来讲，在这个位置，我觉得是能够稳住的。好，那对于因为我们现在看到国证2000和中证1000更强一些，其实创业板也并不是很强。你觉得是不是在就是操作机会上，可能创业板也和主板现在应该也是相差不多，没有说就是像前期我们会看到，比如说创业板50更强一点，然后有的时候是上证50更强一点。是会这样的一种市场表现吗？现在的话应该是更多的分大小票的，就是分化比较大。创业板和主板倒是分化没有像前期这么大。好，张磊怎么看创业板呢？创业板呢，因为要看哪个指数了。像成指，因为我们也说到了，就是说受到一些大市值权重的这种品种的影响特别大，尤其像上周第一权重宁德一跌，那创成指是跌得相当难看。所以说创成指这种参考研判的意义呢越来越弱化，这个以前我也提到过，因为包括整个原先的一些医药板块占的成分也过大，那么对于它的影响比较明显。那么基于这一点来说，从创成指的角度呢，个人倾向越来越接近于上证指数化，就是说它以后有可能它整体的一个波动区间啊，波动振幅啊会越来越小，越来越收窄，而更多的有可能会细化到一些比如说更综合类的这种，比如说创中指之类的。因为我们也可以看到明显的今年的这种表现，就是创中指要比创成指来的更好像弹性更大一点，或者说这种活跃度更强。那么这个是未来一段，那么个人觉得会有一种演变的一个方向。总体来说，应该来说整个创业板指目前也是类似于主板，就是说下跌
空间也未必很大，难，但是上涨也暂时看不到太大的趋势性的空间，更多的有可能是在一个区间之内来回的做这种拉锯震荡为主。如果我们之前啊，就是把主板和创业板经常会拿出来做讨论，对吧？总会说啊，在某个阶段可能主板强一点，在某个阶段创业板强一点，那是为什么？因为其实那是一个风格上，就是成长和价值风格上的这样的一种强弱的区别。但是现在呢，其实大家普遍感受到，已经不是成长和价值这种风格了，而是大和小之间的这样的一些变化，我觉得这种变化、这种差异其实是应该要引起重视的啊。这大和小之间，并不是说大的里面就一定都是价值，其实大的里面也会有成长，对吧？也不是说小的里面就没有价值啊。所以就是没有绝对的风格切换，从本周二开始的市场的这样的体现出来的一些现象啊。杨勇也补充一下吧，对于创业板怎么看？其实创业板的话呢，主要它的一个走势还是有两个这个权重系数占比比较大的板块来决定的，一个是这个新能源，还有就是医药。医药目前来说的话呢，就是我认为这两个行业暂时还看不到上行的这样一个空间，所以整体上来说，我认为创业板它还是一个震荡的这样一个走势概率偏大一些。但是呢，下行的空间从今天的表现上来看，我们说宁德这个品种的话呢，随着它短期对于利空的一个消化，它止跌的概率也是比较大，而且呢中期来看的话，暂时它的逻辑得不到证伪，所以我认为下行的空间也是比较有限。那么上涨的话，同样因为这两个大的一个行业它暂时没有催化剂，所以呢整体是维持一个震荡。相对来说呢，我们觉得像一些小的指数呢，可能比创业板要来得更强一些。成指的话，我们看到其实是失守六十天线和半年线，但如果看综指的话，其实刚刚好就在六十天线和半年线的位置上止跌企稳，然后今天出现反弹，所以综合指数的表现肯定是比成指来的更强一些啊，这就是大和小之间的强弱的非常明显的一个体现。好，稍后回来听一听几位在操作上的建议吧。如果说更多的关注一些小市值的标的，那应该聚焦在什么方向，对吧？大家应该把握的是什么机会啊？一会儿回来听一听几位的观点。了解一下在今日股市微信当中正在招募的瑞投顾，只要您是有资格认证的投资顾问，都可以在有看头加上面一试身手。另外大家也可以直接通过我们今日股市的微信公众平台来参与报名，把您的姓名、电话还有资格证号发送过来就可以了，我们共同去了解一下选股。你势在必得，得心应手，手到擒来。看盘你举重若轻，轻而易举，举世无双。挥舞你的点睛之手，燃烧你的投资之魂。最强投顾擂台已为你升起，不服来战。报名入口请扫二维码。有喜事就有老凤祥，今天会把我们在实战当中经常使用的操盘系统 MACD 三步买卖法分享大家，只要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每位朋友都能马上领取。 MACD 三步买卖法通过三步来帮助判断买卖点，简单易懂，到底能不能帮你提高看盘能力，你不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拿到手试一试。市场上新指标越来越多，但是像 MACD 这样的经典耐用的传统指标仍然被大家广泛使用，可见其经得起市场验证。如何利用 MACD 指标排除部分盘中虚假信号，提高交易的准确性呢？尽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 MACD 三步买卖法。这个方法包括了多年实战操盘的总结，配合着实战案例讲解，好不好用呢？现在你就花上几秒钟，立即扫描二维码，拿到方法，实际应用一下，事实会给你答案。掐指一算，今日要抄底，哎呀，我今日一开盘，不要动啊！能用成股神，还是要靠学习和坚持。听我的，九方智投，实战派股票学习平台。哎，王哥，我最近特别愁。怎么了？最近投资特别不顺利，眼看着行情走得好好的，结果一买就跌，一卖就涨，可愁死我了，赶紧给我支支招吧。做投资啊，不能一看涨了就连忙追高，一看跌了就马上割肉，什么时候买什么时候卖都是有讲究的。
你真该学一下关键点位买卖法。关键点位买卖法？是啊，这个方法啊是专门用来捕捉买卖点位的，遵守线上阴线买，线下阳线卖就可以了。那你详细给我说说呗。这样，我发你一个微信二维码，你扫一下就可以马上领一份《关键点位买卖法》。方法怎么用呢？里面写的都很详细，还结合了大量的实战案例分析。太好了，是用微信扫描一下这个二维码就行了吧？嗯，这个资料挺抢手的，你赶紧去领啊。好，我马上去领。立刻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可以领取《关键点位买卖法》。掐指一算，今日要抛底。哎呦，你今日一开盘，不要动啊！能力是偶然，还是要靠学习和努力？听我的！九方智投，实战派股票学习平台。老凤祥提醒您收看今日股市。欢迎回来，欢迎大家拿出手机来扫描我们屏幕上方的二维码。第一财经有看头家跨年好礼来了，扫描下载有看头家 APP， 免费领取八大超值好礼，包括买卖点指标、掘金战法、选股策略、盯盘利器等，帮您布局 A 股的跨年行情。在有看头家上面，您可以听到投资达人的寻牛秘诀，看收益大咖的寻牛之道，同步收看王牌电视节目，还可以参加炒股大赛，赢取丰厚的奖金，进阶您的投资方法论。赶紧下载体验有看头家，让投资大有看头。好，接着咱们来说一说操作啊，赚钱效应有60%，个股其实还是比较活跃的，国证2000还能够创新高。那么现在这个市场呢，其实应该还是两类资金主导啊，一类是机构，当然一类是活跃资金。现在非常明显的肯定是活跃资金，在市场当中有明显的赚钱效应啊，因为机构这边呢，我觉得其实它还是在不断的调整它要布局的方向啊。那我们来看一下今天活跃的一些品种，首先第一个就依然是元宇宙这个题材，元宇宙可以说现在大家也比较成为共识，觉得2022年可能在题材方面啊，这是一个比较主要的一个主线。但是最大的问题呢，就是在元宇宙里面到底大家应该做什么，其实还是比较散的啊。现在那我们再来看一下中药啊，中药今天也很强，而且有北交所的个股今天呢是打到了30厘米的涨停板啊。我们再来看一下赛道，新能源车和光伏这两个是今年最强的，其实现在一直是震荡。我们来看另外两个半导体啊，今天是2.23%的涨幅，而且是略微放量啊。还有一个就是军工，今天是1.85%的涨幅啊，那么也有多只个股是出现了大涨。最后一个券商啊，今天呢也有不错的表现，1.55%的涨幅啊。我们先来说一下题材这个方面，大家怎么去挖掘？张磊先来吧，就是你也说到了个股啊，但是大家其实比较难的呢，就是个股的挖掘。对吧？所以这个元宇宙你觉得是一个好的方向，大家应该怎么挖掘呢？其实呢，这个属于一种概念性的炒作。那么概念性的炒作呢，一般来说往往是市场是这种短期市场情绪或者热度的一个很好的一个盘面信号。那么像这种概念一旦活跃的话，至少就说明短期整个市场并没有想象中那么糟。就像昨天市场一根中阴线的下跌，好像觉得整个盘面很弱，但其实你细看整个盘面的话，昨天也就跌在一些大市值品种权重上，真正像昨天这种小市值指数还是相对抗跌的，这个也是近年以来一直的这种特点。所以我一直说这一批小的其实跟权重之间它是一种对立关系。那么像元宇宙是今年下半年开始挖掘出来的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概念，而且它的一个现在发散的一个效应啊，是越来越明显，就是说它往深层次在挖掘，市场觉得跟元宇宙相关的这种题材概念的个股越来越多。但是呢，目前来说唯一遗憾的就是说呢，市场很难找到一只好所谓很纯正的这种龙头型的这种元宇宙概念的个股作为一个标杆去来维系整个一个板块的这种灵魂。那么目前都是比较散乱的，在各自的为一种阵营在互相之间的在一种拉抬。那么所以说这一块上呢，你要说去选股，我觉得难度还是有。那么一般个人觉得呢，无非
方向上你可以考虑的就是说什么呢？因为我们从近期挖掘出来的一些个股来看，大部分的还是这些近两年低位起来的一些品种。那么这个呢，我觉得更大的一个层面，从技术的角度来说，其实也是这类个股近两年连续大跌之后啊，它的一个超跌反弹所致。当然因为它叠加了现在的一个元宇宙的概念，那么它的这种发酵啊发挥来的就更大。所以说从这一块来说呢，我觉得投资者更多的就可能这个思路上去寻找，就是说宁可找一些近两年超跌过的，涨幅不大的，那么一旦有一些概念叠加之后啊，它的这种挖掘的力度也就会更强。当然元宇宙这一块前期因为有过比较好的表现，到目前为止市场也始终把它作为一个热点一直在发酵，所以说呢这个风格我觉得还会延续到元旦之后。只是我觉得就是说超跌的东西呢，你也觉得又是概念的东西，连续涨幅过大的时候呢，投资者也不要盲目的去过分的追高，因为超跌反弹一般来说一波做完就结束的，所以说这一点我觉得投资者还是要明确，就是说玩可以玩，但是对这涨幅过大的你就不要盲目的再去追高，这个是个人的一点建议。杨敏觉得个股挖掘上元宇宙是一个非常好的方向吗？我分开来说，我觉得元宇宙的话现在炒的是题材，但是真正就是一些消费电子相关的其实还是在走横盘，没有出趋势，但是其实已经慢慢有一些走出来了。那我们先说题材，就元宇宙这块的一个题材的话，其实是跟着整体市场的妖股的题材在一起做的但是对于题材妖股的一个定义的话， 我现在觉得应该是整个妖股周期的偏尾声我们看到龙头的九安医疗已经是接近10倍了那我们看最近三年的一些妖就是妖股的龙头的话，基本上都是到10倍左右就结束了那如果说标杆的东西差不多到高点的话，那么对于整个妖股的一个周期应该也是一个提示的一个作用。所以我觉得元宇宙如果要做的话，方向一定不在题材。那么然后第二个就要说到就是跟元宇宙相关的消费电子这个方向，那我觉得今年的话其实市场的话新能源的含量是很高，那明年的话更多的可能是往数字化的一个方向去做。那么数字化方向的话，就是其实主要是在消费电子这个方向。我们说明年可以想象到的消费电子的一些主流方向的一个是 AR VR 跟元宇宙相关那么这些设备的话出货量已经明显看到增加然后第二个的话就是折叠屏我们看到最近很多大厂的话折叠屏的手机都出来了然后第三块的话就是汽车电子，那么这三块都是跟就是2C 端的跟个人消费相关的。那么这一块的话我觉得明年的话应该来讲可能是有一些产业上的趋势的所以对于就是元宇宙的话，题材这块我觉得已经慢慢从题材的妖股转到今天其实是到北交所去找一些题材去做了那么有一些转向了。然后对于趋势上的话，我觉得明年可以关注一下消费电子的几个前面说到的三个方向AR VR然后折叠屏和汽车电子。好，我们再来看一看其他的一些品种然后听听杨勇的观点我们今天还看到就是一些医药类的品种很强首先中药，中药其实是在近期整个如果你去看医药板块的话是最强，虽然昨天有震荡对吧，但是今天还是有一些个股比较活跃。除了中药之外，我再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刚刚大家去看一下科创板今天说到科创板涨幅比较好，那么今天科创板涨幅居前的东方生物、欧林生物、华恒生物、麦德医疗包括粤康药业，其实也都是偏医药的方向所以大家会发现其实今年应该药也跌了很多对吧，各种各样的利空因素都有那你觉得这个方向还能挖掘吗？就是整体医药这个行业其实涵盖的范围是非常广的，整个医药板块有几百个上市公司，而且呢从行业来分布的话有七大子行业，目前来看涨得最好的是中药的这个板块，当然中药板块的涨幅呢更多的是跟它近期的一些消息层面的利好有关系，比如说在最近的这个集中大量采购，这个中药品种的降价的幅度明显要好于其他的包括创新药、医疗器械这项行业。另外一个呢就是医药的中药的这样一些品种的话呢纳入医保的这样一个范围越来越广了，所以的话呢对于未来中药行业的一个发展的一个预期相对来说比较乐观。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看到因为上游的原材料价格上涨导致了一些中药的一些品种它的这个提价的这样一个逻辑开始在股价当中也有比较明显的这样一个兑现，所以呢我们说整个中药板块在阶段性来看
似乎它是在整个医药这个行业当中它是非常有逻辑的这样一个细分。但是从其他几个来看的话呢，一方面我看到像创新医药呢，虽然说经历过今年的一个回调，但是未来我们说如果是从业绩增速的这样一个角度，确实从这个龙头恒瑞医药这几年可以看得到它的一个业绩增速其实是有明显的这样一个回落的。而且我们说即使回落之后，它的一个估值和海外的一些创新药的一些龙头的估值来对比的话还是偏贵的。所以我们说整体的医药操作难度还是比较大，需要比较强的一个专业去应对。好，那你说说你看好的方向吧，你觉得大家逢低可以关注哪些机会？其实短期呢我们看到了一方面的话呢，像一些小市值的一些品种，尤其是超跌低价的这样一些品种非常的活跃，但是呢基本上他们很难成类别，就是说它不分为板块的，它更多的是个股行为。对，所以从这个短线的操作其实我们看到有机会，但是难度其实是不小的。而更多的我们建议大家就是要从中期的一个逻辑角度出发，去选取一些估值和业绩比较匹配的，而且看得懂逻辑的这样一些方向去做一些布局。有几块，第一个呢就是我们说在金融里面的这个券商是我反复不断的在强调这样一个方向。近期呢这个券商板块呢有一定的一个反应，但是呢谈不上一个板块的一个效应。今天呢相对来说在主板当中表现偏强一些，财通证券是有冲涨停，但是整体上来说呢它的一个涨幅并不是非常的明显。那么从中期的一个角度上来说，我们认为其实到现在来看的话，货币层面包括信用环境层面呢，其实中期的展望还是相对偏宽松的。一旦是后期如果有相关的政策落地的话，那对金融板块尤其是券商它的影响相对来说会偏大。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说像一些地产的后周期产业链其实我们不是推这个地产的板块，而更多的我们看到像前期因为受地产行业的一些影响的，比如说像上游的消费建材防水材料，包括下游的是家居家电这样一些品种，在近期底部开始有明显的这个底部放量了。我们认为这些品种本身一方面它的估值比较低，另外一方面呢我们说它的业绩增速其实还不错的那么第三个方面就是如果地产政策有缓和，有未来的这个政策有所预期的话，我们觉得这些品种可能它的一个投资的机会和确定性比这个正宗的地产板块的一些个股要来得更好一些，也是机构比较喜欢的一个方向。那同时的话我们也看到像一些这个我们说新基建的一些方向，比如说像通讯设备，我们看到最近有一些 PCB 的这样一些行业的一些龙头开始也有资金在做一些布局。我认为这些有关政策预期比较强烈的一个新基建，一个地产的后周期产业链，包括券商，我们都是值得大家中线的角度逢低去做一些布局的。好，接着我们再来看看赛道这个方向赛道这个方向呢今天是有两个品种比较活跃，一个是军工军工呢其实已经是连续差不多涨了两三天了而且在所有的赛道当中军工是最强的，因为它都没有碰到下方的这个中期的均线今天是1.85%的涨幅。另外一个呢我们来看一下就是半导体半导体相较于新能源车和光伏，那其实今年也是非常弱的，而且整个盘整的时间非常长，它现在在的位置呢也是在中期均线，就是60天线这个位置上，今天是一根中阳线收回了这样的一个短期的小平台说一说赛道这个方向吧，张磊怎么看，是会还是有机会，还是说大机会已经没有了？应该说机会还是有，尤其是像个人倾向到明年初的这一段里边，我觉得一部分现在走强的，你比如说像近期的这种军工啊什么，因为它的这种就是说相对的这种增速和增长性应该来说还是比较确定的，景气度还是相当的高，所以我们也可以看到近期它的表现还是最突出的。那么这一块应该说短期我觉得还会延续，所以在这一块上如果说一些做这种中短线的应该说在这个里边还是可以去考虑布局的。那么另外一个就是像今天的这种半导体呢我觉得应该还不是太明朗，那么尤其是这个里边我觉得整体机构之间个人倾向于分歧还是比较大，那么所以说目前半导体还看不出有明确的这种好像波段的一个机会，但是呢短期应该来说止跌是有这样一个信号了，那么所以说在这一块上有可能甄别起来就难度更加大一些。那么补充一下就是刚才也提到两位的一些就是说个股的一个机会多但是把握性不好把握，那么比如说像
最近的这种国证两千、中证一千、中证五百之类的。那么作为中小投资者，有可能选个股的这种难度就更大了，因为它的覆盖面更广。嗯。那么作为投资者来说呢，有时候我觉得你选股能力不强的，有时候参与一些这一类的这种 ETF， 有可能也是一种比较不失为一种比较保守的一种做法。那么这个我这里也补充一下。嗯，好，稍后回来听一听几位对于大家明天啊具体的操作建议，来看看观众朋友们在微信公众平台的投票结果。每一段历程都拥有独特的生命力，不跟随也可风华万象，不怀疑，学会欣赏自己，专注坚持，打造属于自己的故事。岁月不败风华，经典历久弥新。老凤祥跨越三个世纪的经典。王哥，我最近特别愁。怎么了？最近投资特别不顺利，眼看着行情走得好好的，结果一买就跌，一卖就涨，可愁死我了，赶紧给我支支招吧。做投资啊，不能一看涨了就连忙追高，一看跌了就马上割肉，什么时候买什么时候卖都是有讲究的，你真该学一下关键点位买卖法。关键点位买卖法？是啊，这个方法啊是专门用来捕捉买卖点位的，遵守线上阴线买，线下阳线卖就可以了。那你详细给我说说呗。这样，我发你一个微信二维码，你扫一下就可以马上领一份关键点位买卖法。方法怎么用呢？里面写的都很详细，还结合了大量的实战案例分析。太好了，是用微信扫描一下这个二维码就行了吧？嗯，这个资料挺抢手的，你赶紧去领啊。好，我马上去领。立刻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可以领取关键点位买卖法。掐指一算，今日要抛低。哎呀，我也今日一开盘，不我要动啊！能用真股神，还是要靠学习的坚持。我的，撑我的！交通智投，实战派股票学习平台。好装修在上海，要装修的业主一定要锁定年末签约价。年前定装修，年后早开工，锁定签约价，仅限最后的十二月。上海整装装修好礼再让利，送32000元全屋家具，送6999元美的527升双开门冰箱，数量有限，送完即止。上海整装郑重承诺，我们都使用高标辅材，安心品控，健康安全，每户都送3级无检、17道质检服务，118个验收节点，层层严格把控。承诺水电隐蔽工程质保20年，再送每户20立方米仓储，实实在在为百姓服务，让装修无后顾之忧。现在就赶紧拨打上海整装官方热线4000-338-338，或扫描二维码预约今年最后的优惠名额，早日定装修，早日住新家。好装修在上海，好装修在上海，好装修来上海。哎，卖早了，卖早了，这票怎么又涨了这么多了？哪个票啊？给我看看。又没抓住啊？关键是智障一点的时候我就拿不住了，心里没底儿啊。你学一学主升浪选股法吧，这套方法还是非常经典的。主升浪的特征、选股原则、四大要素以及选股技巧都收纳其中。选股买卖不靠猜，用数据说话，多种指标，多重验证，让你更好地判断主升浪买卖时机。那会不会很麻烦很难懂啊？图片文字一看就懂。哎呀，这得怎么领啊？别着急呀，扫描这个二维码就可以领取了。这套方法还配合了很多经典的主升浪案例分析呢。哎，你怎么不早说啊？我可得赶紧扫码领取。是扫码就领吗？对，扫码就领，领了就学。现在就用微信扫描屏幕右边二维码，轻松获取这份主升浪选股法。掐指一算，今日要抛低。哎呀，我也今日一开盘，不我要动啊！能用真股神，还是要靠学习的坚持。我的，撑我的！交通智投，实战派股票学习平台。老凤祥提醒您收看今日股市。
好，欢迎回来啊！接下来让我们请出黄伟来听一下他对于市场的分析。黄伟，你好。好的，主持人，我们看到在今天呢，市场是开启了向上攻击的一个节奏。从时间节点上来说，今天是自高点调整以来这一波的第13个交易日，我们也称之为变盘日。这个在此前的节目当中就和大家强调过了。总体我们认为，这两天行情的节奏应该是向上，这种概率非常之大。那今天呢，应该说是一个接近于普涨的一个行情。而我们在昨天的节目当中重点和大家强调的医疗器械在完成了阳线的突破之后，今天会怎么样呢？可能大家会觉得它也涨了，那我要告诉大家，它不但涨了，还会继续的往上突破。这个阳线实体其实一点都不小。我们从医疗器械的板块走势其实可以看到，在昨天形成了压力位的一个试探性的突破之后，今天完成了中阳线实体的一个突破。很显然，这种强势格局在逐步的确立。而我们在昨天给大家送出的医疗器械低位低价潜力股的名单，不知道你有没有领取到？如果没有领取到，我希望大家在年末的这两天能够领取一下。领取方式非常简单，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并关注每日严选的公众号，关注之后来领取一下。而今天我们重点要和大家讲的一个板块呢，就是我们已经有一段时间没有提及了，那就是军工板块。我们先来看一些重磅的利好及消息。28号晚间，中国动力、中船科技双双发布公告，正筹划重大资产重组及关联的交易事项。明年呢是国企改革三年行动的最后一年，军工资产证券化呢是其重要的方向。而业内普遍预计，军工资产证券化很有可能成为明年主流行情的核心。所以说，在这个时间节点，我们也看到资金采取的行动是比较立竿见影的。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军工板块的二级走势。我们其实从历史上的周线图可以看到，在此前3到4年的时间内啊，这个军工板块是走出了3波比较大的一个行情。而从时间节点上来说，基本上都在啊这个跨年的这个阶段，所以我们也称之为跨年行情。那么现在阶段又到了这样的一个时间窗口，所以我们认为今年跨年行情军工将是重要的组成部分。我们再从3个层面和大家分享一下这个板块的逻辑。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基本面。今年前3季度军工行业的规模利润同比增长 55.9%， 行业景气度在不断的提升。从资金层面我们其实可以看到，今年前3季度公募基金啊对于军工资啊这个持仓的环比是有 3.95% 的一个提升比例的，而投资额呢还有较大幅度的增长空间。情绪方面我们来看，军工龙头西医股份强势13连板，今天又涨停了啊。所以说我们觉得从面到点啊，应该说已经具备了整个板块啊集体向上的这样的一种契机啊。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军工行业低位的核心龙头的名单。首先我们把军工很多细分的行业做的一个划分，里面选出一些啊这个龙头的公司啊。第二方面呢，我们再把业绩层面做的一个考量。最后呢，我们提示啊，公司有强烈的资产注入预期的。那这份军工行业低位核心龙头股名单，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并关注每日严选的公众号，关注之后就可以领取一下了。接下来我们再来看几个直观的案例。先来看这个案例一，它属于养老金的重仓持有，军工细分的领域的龙头，流通盘不到100亿啊，72个亿。走势上呢也是形成了一个非常标准的上涨常态，在经过了近1个月的震荡之后，现在又来到了上涨常态的支撑位啊，支撑线。最近呢成交量也开始缓慢的放大啊。案例二我们来看一下，属于航空制造领域的核心龙头。机构预测公司存在资本运作的空间啊，这个是预测。前期啊脱离圆弧底后，在上方形成了一个箱体震荡，所以最近我们看到成交量也开始梯次的放大。案例三我们来看一下，军机航电系统的供应商近期已在推动改革，那有望这个受益国企改革加速，最近呢出现了一个突破啊，正式突破的行情，回踩的时候可能会有比较好的一个机会。
所以今天我们为大家整理这份军工行业低位核心龙头名单，大家可以领取一下，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并关注每日严选的公众号，关注之后来领取一下。好的，主持人。好，那么接着呢，咱们再来看一看啊，明天呢可以申购的新股，2021年还剩下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啊，明天呢可以申购两只新股，这两只新股呢都是科创板的公司啊，发行价格也都是比较高的，同时明天会有一只新股上市啊，是汇通集团。再来看一下观众朋友们的投票结果，小票能否继续阶段性的占优？选择能的达到了66%啊，仓位的情况呢，大家也可以到我们今日股市的微信公众平台去了解一下啊，看看今天加仓减仓的比例。最后来看一下资金面的情况啊，今天首先北向资金呢买入比较多，有81亿，那么沪股通是35亿，深股通呢是45亿。我们来看一下净买入居前的啊，招商银行7.66亿，兆易创新3.56亿，净卖出居前的是立讯精密和中原海控。大家呢今天晚上可以去看一下今天北向资金的净买入和净卖出啊，今天我觉得和以往有点不同。今天其实它流入了有80亿，但实际上大家如果去看一看净买入榜的钱，就是能够在买入席位的，其实是很少的啊。你流入了80亿，但是它净买入沪股通方面应该也就是3到4只票啊，大多数都是在卖出的，所以这个现象和之前是不太一样的啊，大家可以去了解一下或者研究研究啊。来，杨敏再来给大家说一下吧，有哪些机会还可以重点关注，怎么操作？我觉得就是前面第一个呢是提到了消费电子的三个方向，那么还有一块方向的话就是因为现在这个小票的一个趋势，小市值个股的一个趋势还在继续，而且可能会延续到明年两月底那但是呢题材又在一个相对高位，那么今天出现的一个现象就是这个小市值下沉到北交所，然后北交所其实今天是有3-4个涨停，那30厘米的这个涨停，那我觉得这一块的话可能未来北交所的一个机会在慢慢被发掘，因为我们看到无论是之前的新三板还是前期的科创板，在上就是在开市之后都会有一波比较明显的行情，但是北交所到现在其实还是比较平稳的，没有出现一些比较大的波动那么开市之后的话其实是整体有调整的，那如果在这个小市值个股的一个趋势之下，那么可能会有一波这个行情的一个挖掘。好，军工板块呢你还是继续看好吗？军工是这样，就是我觉得赛道股的话现在是有一点在做补涨的味道，就是今年涨幅最大的新能源其实最近涨幅不大但是呢就是芯片的话其实涨幅一般，而涨幅最小的军工这两天的涨幅比较大，那我觉得有点像赛道股尾声做补涨的这个感觉那现在军工的话走势上的话其实是要出中枢的这个过程那前期的话是一个大平台，最近是做了一次回踩，而且回踩不破均枢不破中枢之后向上，那么应该来说会短期拉出一段趋势，所以在这个短期来讲的话我觉得军工还是有机会的。好，最后来几位说说明天的操作建议吧。张磊的建议是什么？一个呢，明天也最后一天了，那么如果说今年一年操作并不佳的投资者，那么也不要沮丧，那么应该说明年的机会还是蛮多的，那么尤其是在一些大部分中小投资者喜欢的一些中小市值方面，那么我觉得机会还是比较多，所以说展望来年吧，因为反正明天也是最后一天了嘛，所以明天无论涨跌，那么其实我觉得依然还会维持近期这种风格，就指数上还是一种震荡拉锯，但是个股有可能相对还是比较会活跃一些。好，杨勇呢？那么节前的话呢，成交量可能相对还是会维持一个相对低迷10000亿左右的这样一个水平，所以指数在明天的一个角度上来说的话呢，不会出现大涨大跌。那更多的我们要布局的是明年的这样一个行情。那么在明年初的这样一个一季度，我们认为是相对来说处于明年上半年比较清晰的这样一个周期，也是希望大家能够积极的去做一些明年的一些板块方面的一些布局的方向，其实还是跟我们刚刚提到几个重点的一个方向有关。那同时呢，像一些个股层面的一些小市值品种当中，也有不少的这样一些投资机会可以去把握。尝遍所有新鲜的，孩子们都想知道，而你肯定也不知道的，看起来毫不相关的，但未来21年会变得特别重要的硬科技。我不信，我不信，我不相信。好的，两盏火力罗领啊！Thank you.
Thank you so much. It was a lot of fun. It's always a pleasure to talk to you. Thank you for joining Top Investors Talk.